学院的那个游泳的安保。他今天在我们政大已经是第二场次的那个演讲。那游子安老师，他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我们以前跟聪辉啊，常常跟游子安到处香港去做调查，都是由游子安来招待我们、招呼我们。他提供我们很多对于香港、澳门，还有甚至东南亚一带的这些道教以及民间宗教，还有这一种鸾堂等等的这种研究，跟文化给予我们很多的这种启发，还有甚至带我们实际上去看很多的这个活动。那我们很荣幸这次是文学院邀请游老师来做一个系列的演讲，他的演讲其实包含了他这几年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应该是你今年要出版的这个书的内容，所以游子安老师非常非常认真，他是我们看过也是非常用功的一个老师，勤跑田野以外，住这个写作住宿不醉，他是长期的都有很多很好的专注的发表。那我们今天这个也代表文学院跟他致谢，那我们也带了一些华人宗教研究中心的出版品要致赠给这个游子安老师。那游子安老师也特地带了很多相关的著作，还有那个他们应该是你们是学校的出版品来致赠给这个文学院。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致诚的这个这种仪式，非常感谢他。刘老师他是我们老朋友了，其实认识非常久，所以就不客气，不用跟他那个中午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那今天他的题目是扶鸾与1920到30年代的香港文化，这个其实他写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专书，今年年底可以出版。那我们一方面恭喜他，一方面我就热烈的欢迎他今天能够来这边为我们带来这种精彩的演说，请大家非常欢迎。各位老师、各位朋友，早上好。非常感谢那个国立经济大学的文学院的邀请啊，这次有机会来访问。那很高兴中教所安排那个专题的演讲啊，就是谢希维教授啊，要跟他的课程的配合啊，那课程是宗教与艺术的专题啊。很高兴，因为很多老朋友啊。可以见面啊，交流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事情啊。我今天讲题是扶鸾啊，扶鸾。为什么我对扶鸾有这么浓厚的一个兴趣呢？其实扶鸾跟求签占卜呢有很大的分别，因为大家明白那个灵签、那个运签呢，它是固定的，你可能有100支啊。你如果跟神明沟通，你可以求签，求签。但是这个签文是只有100个固定的签文，但是符鸾就很不同。符鸾呢，它很有对应的，你每个人去问。我们假设神明不可以跟李先生、陈先生、张先生就是同一番说话，因为你问的事情不同，我觉得很有一些个人的情况啊，所以神明是很对应你的疑问。来给你一个鸾文啊。前天我第一个演讲已经提到了，我个人是历史学院训练啊，所以我研究扶鸾呢，十多年来研究扶鸾呢，其实我感觉它扶鸾是一个基本很深的学问，非常深奥啊，而且内涵很丰富的学问啊。因为它牵涉到不仅是宗教，
还有文学，还有艺术啊。比如说很多人文呢，它是诗歌、诗词啊，可以从文学的美去欣赏它啊。嗯，而且它的文笔呢，也是一个艺术。好像我第一张投影片哦，大家看，这个是在马来西亚马六甲道院拍的，这个轮字哈、哦，有时候轮笔就是这样一笔过的，啊，就是我们中国很重视那个气，好像我们练书法一样，是一个气的表现，啊，不可断的，你可以看那个轮字哈、哦，等会我再给大家看一些轮笔写成的文字，好像龙啊，它都是一笔写一个龙字，但是我们一般写这个龙字很难写一笔这样写啊。但是这个芙蓉也不仅是书法家，这是神明的啊，神明写。所以这哪个神明呢？大家看到这个月字其实是岳飞，大家觉得很奇怪，这个宋朝的人物啊成为神仙，他能够通过芙蓉跟人沟通。都是芙蓉，所以芙蓉有文学的、宗教的、艺术的、历史的，很广的，很广。这个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学问啊。而且芙蓉有一点，为什么我十多年来都很有兴趣，从香港跑到东南亚、台湾、澳门去看这些。每一个地区的芙蓉的形态不同，好像台湾啊，一般是用两个人扶嘛，啊，两个人扶，而且很多蓉塘呢，可能是一些通风孔夫子啊这些啊，那香港的就比较一般是道家比较普遍一点。好了，你看这个第二，这个，这当然是一个漫画，但是这个漫画为什么跳到这个第一张投影片？这个就是香港常见的芙蓉。是一个人扶的，香港有两个人扶，但是数量来讲呢，是一个人扶的大概有80%-90%都是一个人扶。所以你看这个轮笔啊、哦，它是 T 字形的，不是台湾常见哪一种，好像这个就是台湾常见的嘛，这个是两个人扶的啊、哦，有正轮生，有副轮生。而且这几年我跑到泰国看德教啊，香港的德教。他们那是两根符，德教呢也很。今天我没有，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年代是讲到1930年代，那时候刚刚德教是发展起来，所以我今天没有把它弄成专题。其实德教也很值得研究，啊，它是潮州人很多华人供奉的一个信奉的宗教。德教的轮纹很特别，他最喜欢是什么呢？比方说。悬空告上帝圣诞热啊，这样啊，比方说今天要喝这个蛋，他每一句轮文呢都是用悬开，第一句是悬开头，第二句空开头，高第三句，上第四句，他就很点题。今天是哪个神明诞辰，为什么热子呢？他就用这个芙蓉的文字来点题。好像以前那些八股文一样，你要看一个题目，你要回应这个题目一样啊。所以芙蓉呢，每个地区有不同的形态。大家常看台湾的，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去香港看看啊，看看香港的芙蓉的文化啊。这个我对芙蓉的兴趣这十多年啊，比方说到台湾，我就去正宗书法社。你看正宗书法社的女主的，那个神像啊，这样还都是芙蓉的文字，跟这个灯油关的是不是好一点？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正宗书法社呢，他这一句写得很好，上可以把我们跟天的沟通。煞通人意、啊、我们人有什么疑问，有什么困难、啊、你可以跟神明、啊、所以这个沟通的方法是其中一个，你可以求签，你可以占卜，但芙蓉是最有对应性，
就是神跟你沟通。啊，这个正中术法，现在大家好像比较熟，我就不详细讲了。但是它跟我研究的一个对象是很有关联，是道院。这个道院红丸红丸聚会啊，在台湾有很多分会嘛。但是他现在啊，那个中武坛呢，还是在香港，在香港。所以香港这个总会啊，他80周年的时候，他80周年的时候委托我替他们骗他们的历史，我就看了很多他的档案文献。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他是民国前期最大的一个宗教团体，除了衣冠道啊这些，还有这些同善社这些，他有大概500多个分支哦，在中国大陆啊，所以这个正中术法现在有这个源头啊，也是从重庆啊、杭州啊这些术法坛发展到今天。道院它有个特别的地方呢，它是用花来启发人。我都去问过，它不用文字，它就画一幅画给你。有时候可能是观音，有时候可能是一些动物啊、植物啊，你就从那幅画来体会一下神明给你什么启示。这是另外一种，它叫术法坛啊，可以写字啊，可以画画。这个是香港道院，香港道院是1931年之后成立的，1931年之后，所以先前我们看来的是马六甲的嘛，一个很清楚是岳飞了，有可能马六甲呢是把他在弄一个新的木雕等等，这个真的是原件，你看这个卵子哦，要想象就岳飞跟人沟通一个哈，用一个卵子来沟通的，这个是给他们道院红丸聚会了。这些画都是他们画，不是在香港，这个我印象好像在东北，他这里有写的啊，这个好像山水画一样。我姐亲没有带来有一张投影片，他们保留的有六幅画，是六张纸拼的。大概每张纸有这个做这么长，六张画，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一拼起来就是一幅画。你垮架都不容易这样做，你六张纸分开来然后拼，就是一幅完整的画啊。所以这个是1920年代、1930年代他们留下很宝贵的文化遗产啊，给我们研究，给我们去欣赏啊。所以我们要跑到台湾来看很多人堂的一些文献，这个是宜兰嘛，碧沙宫，他们很重视这个。为什么要服卵？其实以前的教育不是很普及嘛，所以服卵其实不仅是宗教，而是社会教育、社会教化啊，跟这个人有关系。因为你看这些卵文，一定要对文字啊，对一定要水平的要求啊。所以我很喜欢这些图像啊，岳飞跟孙中山一起啊，这个卵坛很有意思的这样啊，这个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些，因为他们呢这个牌匾很清楚，他们是做这个双掌啊，穿山教化的哈，所以他保留的卵文也很多。酸掌用的啊，或者是穿山术等等。有一次我去普里啊，我在台湾南科做过一年了，在一个济南国际大学。我跑到普里这个玉化堂，他刚刚那时候100周年啊，他也很重视这个服卵。我来一趟很感兴趣，他说信众可以不亲自到那个卵堂去问，可以用电子邮件，可以用传真啊。所以这个人很有趣味哦，香港就我没有看过这样，香港一定要趁机跪到神坛面前，他不会处理什么 email 啊，什么传真啊，因为你要诚意一点嘛，神明就是对着你教训你也好，启发你也好，但是用 email 就不知道你是谁啊，这个很难得啊，因为
它这个玉化堂有很多分支，所以哪一期他们请了很多堂的人来同时服暖，这个是2011年，你看大概有最起码有大概十多个基座、所以我们从这个照片可以想象神仙是怎么样，比如说孔子啊、关圣帝君，他神力呢是无变的，他同时可以降暖，同时可以降十多个暖堂，所以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哦。这个他在关圣帝君、关公在降，另外一个是关公降，同时候，我们人呢就是分身佛所，神仙可以分身，所以有时候泰国济公在降，香港也有个德教堂济公的同时在降，这个很普遍。所以扶罗呢很有趣味的，我在泰国呢也去看他们扶罗，他们也是两个人扶嘛，求一些平安符啊，求一些，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去，这个是一个医护人员嘛，这个护士，首先这个脚有毛病，就请这个暖生呢用鸡鼻来替他治这个脚的病痛，然后先是带病的将军去问这个济公，所以泰国的华人还有泰国人也很相信这个，所以大家明白泰国这个政治常常变动，这些将军啊、济公神明啊，给他们一些启发啊。我在新加坡啊，你看啊，他们也请很多神仙啊、菩萨来扶了。这个济方国他这个匾额就是道济啊，道济就是济公，在德教他们叫道济啊，济书啊，所以这个匾是济公的。所以哪天我去看了新加坡，他们也是同时候几个人坐一起的啊，我们香港很少这样看到，香港一般是同时候只有一个基座，很少两个十多个这样，不普遍。好，这个先前我讲到我一本书啊，还没有写好的时候，这本书是2011年秋天时候出版的，那时候2011年我到台南去问这本书，因为很赶时间，因为它档案有很多，我很担心的，因为89年的远亲也不能够推嘛，这个书一定要在6、7月份一定要搞好，所以他有我在跪在他们道院里面，也不用讲出来问什么，我不用写，我想问什么，我就跪在那个道院。主席呢他就是问我，我是这个用什么名字，我就没有把我的姓名写下来，就是一个偏写小组嘛，他就画了这个，还要提这个字，时间很赶啊，但是你的成果还是会出来的。哇，我有没有问他我想问什么，神明知道。所以扶轮真的是很有趣味，就是这样啊，很有趣味啊。这次很难得，因为南洋博物馆也有个展览，所以我明天呢就跑去看，我先完成我们这个访问的事情，然后我就轻松一点，所以明天就跑去看了啊。很难得，我就觉得这个展览非常好，这个展览非常好。张扶轮，其实我一开始要强调，扶轮不仅是一个宗教的课题，其实从文化来讲，跟社会教育啦，我们从文学艺术去欣赏它也可以，真的很丰富，不能把它局限在一个一定是道教啊宗教的课题里面。好，今天正题哇，用了大概30分钟才进入正题啦。但是之前的介绍也很重要，因为大家可以了解这十多年跑田野对什么课题有兴趣。其实啊，扶轮研究这十多年呢，
发觉以前我的了解呢太不够，而且太局限啊。因为我最初是从研究道教开始，在那个以后就研究佛了，但是这几年呢，我找到一些论文，它不是道教团体的论文，所以我今年年底的新书呢里边，我跟这个日本学姐合作啊，他最近呢跑到那个东南亚去了，潮州啊什么去研究这些龙潭，潮州也另外不同，他用善圣善堂来表现的很多符箓，所以每个族群啊每个地区的符箓真的是，真的不要想象它是同一个模样。好了，我今天会讲到几个个案。第一类可以反映香港的这二十多年的文化呢，香港的宗教呢是三教合一的，最明显就是释迦牟尼王大仙，他主神是道教，另外一个三教总学会，这个三教总学会可以说没有人研究过，因为你之前没能够找到他的文献，因为他淹没了很久啊，差不多淹没了大概三十年了，差不多70年代已经荒废掉了。30到50年，我强调我这个研究的角度啊，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些符箓的历史、文化等等，所以我一般讲到1960年代左右，不可以讲到很晚的，这20年、10年左右，因为论文的时候你要放到一个长时段才能够明白它讲什么，它原来跟以后什么发展有关。好像我研究王大仙的信仰也是，以后50、60年才能够明白1921年哪一段说话的意思，而且他的成功呢，也引证了讲那个神仙之前要他们发展的方向，好，第二个个案呢，就更有意思，是五教同源的，这个以前也没人写过，因为我跟他们这几年比较熟啊，我常常跑去看他们的经书啊等等。他这个1931年成立，他最初是渔夫这样的，要他们替人治病。他的主神是女主，还有玉皇大帝。但是很有意思，他后来就要五教同源，所以他最初的名字是五教同源的。但现在已经改了，真的叫引流的佛寺，所以不然你以为它是佛教啊，我们也佛罗嘛，就研究道教，没有人注意它，所以我哪怕道风百年呢，没有把它放进去，而是我这10年才发觉，哎，这个个案很有意思，因为五教兼容呢，这个是1910年代开始的宗教现象啊，所以道院同万智慧也是五教。德教也是武教，这不全都是1920、30年代。那香港呢，除了德教大院之外，另外一个很好的个案，我觉得就是这个。他们这个贺诞呢，很有意思。除了女主诞，啊，玉皇大帝的诞，还有耶稣诞。全年的诞呢，都是用农历，只有耶稣诞是12月25号。因为你不能够用农历啊，耶稣诞是固定哪一天啊，还有伊斯兰他会庆祝，所以重点还是一些道教跟佛教的神明，重要的还是，但是他也是佛教的，他有庆祝的表文啊，什么要赏表的，在耶稣诞的时候啊。好，第三个个案，这个个案他就是道院在香港的一个中间分子，天青草堂，以前要是没有人注意这个天青草堂，所以我在我年底的新书呢，把这个都写进去，因为很多人研究胡乱在香港呢，一般是青松观啊等等这些啊，很少人注意这个不同的个案，我还会用一些先天道把它写到书里面，但今天时间不够啊，就讲头三个个案。所以一般人呢，对香港道教了解的就是蒲英仙馆、青松观等等，
但这些祭坛呢，没人了解，啊，几乎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这很难怪，因为我研究道教最初很长时间呢，都没有提过这些，啊，因为他的文献已经没了，很多已经很难找，而且他已经没有活动等等，啊。好，这三个个案呢，它代表了香港文化什么方面？宗教方面，它这个很特别，就是跟香港对孔教的、对这个儒教的一个尊崇有关，啊，轩辕皇帝等等。所以在台湾也有一个轩辕教嘛，啊，所以我早期写过篇文章，也提过台湾这个啊一个情况。好，但是很可惜，这个已经淹没了大概五十年，所以啊，这个很多人不太了解它。引炉哈，之前讲过了，它神明还是以女主跟玉皇大帝为主。道院哈，它的主神是七圣先天老祖。之前我给大家看那个，好像那个机子那个就是先天老祖，啊，他给我们的塑化，他是统合古教的。这些在1920到30年代都传到来了。好，我们一般呢去香港呢，看那些佛伦留下来的文字啊，比方说去蒲英仙馆。蒲英仙馆是1929年成立，去蒲英仙馆的朋友呢，100个有98个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可能就1-2个去过，因为大家去了大殿拜拜之后，喝杯茶就差不多，或者用那个素菜。这个是在后山哦，最精彩的地方就是这里。我不是说不住酒店不精彩啊，酒店很精彩，但是你不要错过这个。你要走一段楼梯哦，大概2分钟就跑上去了。是整个蒲英仙馆呢最值得去看的地方。它叫明台哦，你看洞天福地这个匾，后面呢还有这个女主的扶轮的匾，女主的西，其实这个是文学，这个亭子里面的西，女主扶轮的。很值得欣赏，啊，但是啊，蒲英仙馆呢，这佛伦不是很著名，他留下东西很多，其中1929年之后就留下这个《论玄阳将笔》，啊，所以佛伦在蒲英来讲啊，几乎是空白，唯一能够找到就是这个明台，这他停了佛伦呢。差不多50-60年，1970年代之后就没有听过他佛伦，嗯，啊，所以你可以看嘛，女主的佛伦，灵性渐盛啊，然后一级了，啊，道国幻凡胎，其实很多受念的文人人物，我在这里可以体会的地方，他本身就是一个受道的很好的一个软文、诗歌等等。嗯，所以我们去欣赏啊，这个论文呢，要了解它，可能要在经书里边，要有可能在一个建筑的亭子里边。这个照片啊，以前很多人以为是1921年的照片，但是我后来在那个政府的档案找到一个更清楚的照片，这个是1925年的。不是1921年的照片，啊，这个黄大仙呢，我前天讲过，我今天不详细讲。但是佛伦对香港的文化的影响，就是说1920年代，你看，现在他在狮子山找背靠狮子山，坐北朝南，在九龙半岛的中间，这怎么好的位置啊？不是用风水师啊谁来找，是用佛伦找的，而且是黄大仙。挑的，啊，所以发展到今天呢，香火都很旺，所以从文献你可以看到，在九龙，这个在地理上叫做丰邑极地，啊，所以
其他工厂那些文昌帝君扶鸾给他们启示，怎么去建设啊，就是用扶鸾教他们怎么做。其实香港的宗教团体呢，有很多都是扶鸾挑的，元神学院、先天道的冰沙洞，这个是女主的，女主替他们挑。1935年，这个元神呢是基福挑的。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元神学院这个挑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好。所以10年前摩天大教也在他们后山办，现在元神的附近的很多佛教民间宗教，什么龙母啦、啊，都在附近。那他的位置呢是最好，以后你有机会到元神站到他牌坊，你可以看到很远的青衣岛啊，什么背靠香港最高的山戴帽山。那个创办人就是谢道长的爸爸嘛，谢传清道长的爸爸。所以真的是很，你觉得神仙啊，真的是他真的会挑地方。从王大仙跟元神学你就明白。好，我们从扶鸾呢其实有很多宝贝啊。第一方面就是当然牌匾，这个牌匾是1924年谁送给黄大仙呢？是李白。神仙好像我们朋友一样，我写书，你替我写个序言，这样吗？好了，这个是供奉黄大仙的地方，这李白也来了。哎，好像道松，我给你提一个匾哦。这个飞鸾台就是黄大仙下鸾的地方，降笔的地方啊，叫飞鸾台。所以很清楚了哈，是李白、李清莲嘛。那现在这个是文物啊，这个现在它已经改成一个另外一个匾，不是这个原来这个木做的啊。你看这个扶鸾的文字，一笔过。所以我们从这里好像个书法欣赏一样，你感受一下神仙那种仙气嘛，不是人写的，不是那个稽首或者僧写的啊，那孪生不一定书法家啊，那不一定写到什么这样。好了，他的大殿哈、是女主江笔的，1925年，所以之前那个老照片是1925年。他最初呢是接送仙馆，那后来女主觉得哎，你用接送黄仙旗更好，是最初头4年1921到1925年还是用接送仙馆。后来主席讲哎，老宋，我替你提个匾，就用这个好了，这是女主给黄大仙。我这里面要放到邻国那个匾，邻国是供奉孔夫子，那个就是王大仙提给孔夫子的，是真的好像是朋友跟朋友之间哦，但不可以自己提自己的主殿啊，就是请女主题，邻国那个孔夫子的嘛供奉，就叫王大仙替他提，啊，哇，你看这个照片呢，我就不用我多说，背靠西岐山，而且他能够看到。因为现在盖了很多高楼，但是1921年的时候，21年我们看他的诗歌啊文字，他怎么描述王大仙的位置，他能够看到香港岛对岸的建筑物。当然你看到维多利亚港了，你能看到香港岛，不可能看不到维多利亚港。那这个1921年的鸾文，1921年哦，其实王大仙这样的，他。我们这个鸾文呢，要之后几十年才明白它整个发展是怎么样。他讲到广东很早已经他已经这样乱了，但是广东有他的问题发展不开，在西桥等等。但以后呢，我希望你们在香港能把它发扬光大。这个是1921年哦，
啊，1921年的老人，他有 很清楚这个要求的，一定把这个殿宇盖好，一定要怎么做，而且不能够排斥其他的，一定要三教合一，因为在广东呢，可能以道教为主，以王大仙为主。好了，好，他以后的这个地址就按这个方向来弄，一直以后就发展到今天，啊，所以呢，他说我派这个梁道长啊来香港，一定要三教合一。我们怎么理解这方面？因为王大仙最初立即的很多是孔教的信徒，一开始呢他就结合了几方面的力量，还有些拜佛教的人来进去。这到今天呢，三教合一。这段经文很有趣味啊，你可以名传中外，感夸华夷。不仅是华人，还有洋人。这现在王大仙的弟子呢，有些是外国的，有些是东南亚的要来拜访。啊，1921年已经王大仙就定了个方向给他们。好，今天啊还是要讲到这三个个案哈，希望时间应该可以了。我会简单讲哈，头两方面。其实我很有兴趣研究扶鸾，但是其实鸾纹的研究呢很困难，很困难。因为我在台湾呢也看过一些他们编的鸾书，因为我对台湾的历史还是不熟，所以很难去了研究它。而且鸾纹有很多很多我们要注意，比方说年代一定要搞清楚。比方说给一篇鸾纹，你不知道什么年代，也很难说它能够反映什么社会问题或者是时代的问题啊，这个要注意。如果大家听我今天的讲座有兴趣，有几篇文章就提到我今天所讲的那三个个案。一篇就是我前几年来中央研究院开会了的报告，我天津禅堂的这个题目。另外有一篇就是引炉的，有一篇是三教总学会的，这个就是在台湾宗教研究通信的方面。所以三个个案这几年都整理有成果啊，然后把它再改写丰富一点的放到我年底的本书里。香港呢1920年到1960年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代。我这十多年呢都把一个时期啊放到这里。啊，所以这50年呢我反而不太专门了解这50年的情况。因为鸾纹呢真的要放到一个长时段，这个时代的脉络才去好了解。先前讲过一篇很著名的鸾纹，如果你在网络打诸葛武侯百年之文，你在网络整篇都可以找出来，整篇网络上都可以找到。但是到今天呢都很多人搞错它，很多人都弄错它。错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这篇鸾纹很清楚是三教总学会的，很多人以为它是普音性王，因为这个是想当人的一个推想。因为这篇鸾纹是1933年嘛，而1933年在那地区最著名的道观就是普音性王，所以他就以为是普音性王。但如果我们找一些1960年代以前的报道，都很清楚是三教总学会胡乱的。1950、1960年的新闻报写得很清楚的，是三教总学会啊。而且我这几年找到三教总学会的论文，就很清楚，这个跟这个很符合的这个时代啊。比如说1951年，这个吴八零呢，这个先生，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
但是他当年是过去了，他是华侨日报这个主编，他讲华侨日报就讲得很清楚，1951年新界粉岭三教主社会有截篇白莲的祭文。为什么叫白莲？有很多人讲他是1933年入祭到2033年，是什么事情？100年的一个好像预言一样。但是我研究从历史角度来，我就不太喜欢就把它看成了预言哦，因为每年发生这么多事情，你都可以附会一下。我不是说这些罗门准不准啊，我这个不是我最关心的。好像你现在我们的时代啊，变化这么快，这个北韩今年年头还是说，哎，我要把飞弹射到哪里哪里。哎，前几天已经说，哎，我不要那个核弹啊，我跟你可以和谈啊等等。其实那个是他的谈判的武器嘛，他要跟中国这样，我找了个靠山来，来唱我，挺我。就是你现在看这些论文的时候，哎，跟好像有点像哦，但每个月都在变化，所以每年发生这么多事情。在中国啊，在日本啊，在东南亚，你都可以找一些可能跟他可能有关啊。我们研究1920年到30年代呢，从宗教来讲呢，这个一定要很注意这个趋势。五教，这个道院是这样，德教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从什么背景去了解？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9年，让他们觉得宗教可以是一个很严重的冲突，民族的冲突也是这样，所以希望世界大同，希望每种宗教都会歇，不要打仗，所以从清朝末年一直到民国初年呢，他们觉得这些战争是个劫。所以我们看清朝保留到现在一些香港的这些符轮的文字，这个是香港最古老的一个轮堂，崇善堂，我都写过文章了，崇善堂的文章，它是这个书是1896年啊，1896年的书，不是1898年的书，它是1896年成立的，所以成立两三年已经有一本这样的。书出来，这个也是他们的书，这个很清楚啊，就是纠结啊，清朝末年很多动荡啊，社会不安啊等等。那论文呢，我们看，好像我们历史也是这样吧，以前的历史文献啊，尽信这个历史，就不如没有历史。好像我们就套用这一说话，论文呢水平有高低啊。我觉得这一句讲得很好，这是一个香港的男生写的。你有个人的问题问问他啊，他可能没有很具体道理，但是可能你几年后才能明白他讲什么啊。比如说，哎，我要不要买一栋房子啊？我听过有些人这样问，哎，要不要在马鞍山这个地区买一个房子？很具体，我讲到在什么地区买一栋房子，就问这个神仙。那神仙你会推想，他可以怎么回应你？他说，比如说他说，你一定要在这个地区买，你不能够在其他地区买，你就很惨。你没有得转轮还的余地。那如果以后那个楼价在下降怎么办？你就怨这个老神仙，哎，很惨的，现在负资产。神仙不会很真的很，就让你有个空间去思考。比方说，他说啊，这个地区的地运好像不错，但是你要可能考虑你的经济能力怎么样等等。他当然不会用这些说话啊，可能用文言文的等等。他可以留一个空间给你，留个空间，所以他可以启发你，但不一定是说
肯定或者是否定，或者一定要这样这样做啊。所以感应是很重要。你问神明，神是天心嘛？我们人去问他啊，你有个道心，一个互相感应啊。所以问这个人呢，主要是给你些启发啊，千万不要说哎，这个答案好像很模糊，很不具体啊，啊，这个不要这样去理解。这是第一个困难啊，从时代啊等等来了解，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年代。第二个问题，这个是我的学生啊，他是这个女主坛的信众，他爸爸都是。这个我的学生呢，我为什么鼓励他写这篇文章？因为他这个论文不公开的，我都是其中有一趟翻过一趟，但是不好意思整天去拍啊，整整去拍，每年一本，1963年到今年呢，已经有好多了，已经有50。非常喜欢。所以每年一本啊，我就请他写了一篇文章。因为这个道坛很有意思。1963年时候呢，香港没有雨水，都干了，啊，旱灾。所以这个道教徒呢，这批道教徒他就请神明天降甘霖。他们好几天真的用科仪，之后真的下雨。是他们觉得就是神明的有感恩，一直到成立这个道堂到现在供奉女主，啊，因为我们没能够看到他们的论文，我就要这个学生，他本来是受我的道教的一科的硕士班的学生，我看了他的学期论文之后，我就鼓励他把它发表，啊，所以我们一般有难去这些论坛要。他提供了，有时候他真的不愿意公开。好，论坛方面第三个要注意，在香港呢，不仅是道教团体，这几年我就已经找了很多是道院啊、天青草堂啊、祭佛啦，还有这个其他武教的团体来做辅导。好，这个是祭佛的坛。这个叫抗祭堂，这个是从广州传到澳门，再传到香港，但是广州那个没了，澳门那个已经静下来了，就香港那个还是比较活动的腐乱。这个我们注意哦，天意正教，这个论坛最著名的是疫病，我哪一天跑上去哦，有很多人去问的，主要是问病。所以这个你看他的主坛啊，清楚是祭佛，但是这个人生已经很老，差不多70岁，我就恐怕如果他过去之后，这个人坛也不一定，因为他是两个人，就他爸爸到他现在了，所以有时候人生是很难找，也不是训练哦，不是我们连研究所连3年5年可以练出来的。你没有跟神明有感应沟通的很难。好，这个香港的文款，哎，这个我会讲到几点钟啊？是吧？10点40分，我要总结。香港呢？在1920到30年代呢，它的文化是很特别的，因为在中国内地呢，它有这个新文化运动，就是冲击一些什么传统的信仰啊，把这些庙宇都改成学校啦，啊，要把它打成一个很多迷信啊，他们要追求德先三先生啊，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之上，有很多啊，我们叫前清的遗老。就是他们考过科举啦，当过官啦，
啊，有些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啊，什么都跑到香港来。他们住地方也很讲究啊，他不会住到香港岛，因为香港岛是英国人，好像他们的什么总督府都在哪里嘛，他们就要跳到九龙城，因为九龙城有宋朝皇帝有传说来过嘛，他好像是移民一样，好像逃避这个蒙古人追杀，他们要住到九龙城。还有一点前清的，因为有衙门在嘛，还有跟衙门很近，所以他们一定住在九龙，不住在香港的，啊，是很有意思。这些人啊，他们对孔教当年对传统宗教是还是很支持的，所以王大仙还保留他们这些木宝嘛，他们提一个匾给王大仙提。这批人呢，对香港非常重要。我们香港的文化的基础呢，就是在这十多年定下来。所以我们等一会看的这些1920、1930年代不同宗教的论坛呢，都是跟他们有关，跟这些文人啊、南有关。好了，1920年之前的香港是什么呢？的文化。辛亥革命以前，香港呢，这个人呢不会长时间停留在那里，他们来做生意，然后就回到广东，或者来香港打工，做苦力啊什么，赚钱之后就回到老家乡咯。所以没人觉得香港是他们要住下来的地方。但是1911年之后不同咯，这批人哇，这个政权已经改变了。他不认同这个政权，这几批人呢，一直到过世都在香港，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之后20、30年都在香港。香港大学的中文系统是他们成立的，这几批人呢留下香港一个很宝贵的文化的一个资产，这批人留下什么文化资产呢？比如说王大仙里边已经有他们的题的匾额啦、对联啦，都是这些前清遗老题的，所以王大仙有神明题的，有这些文人题的。这个是谁题的？是如来佛祖。这个是王大仙那个教笔啊，教笔，所以算是三教嘛。所以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哇，佛祖呀，可以王大仙提一个题记啊，那是三教。但是因为从一个道教的宗教场所来讲呢，就觉得很奇怪，佛教的佛祖要给一个题记啊。好，这批文人留下来了，最重要其中一个蛇塾的单位就是蛇海书楼，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要办讲座，一直都出书啦等等。到现在还在办讲座，好了，香港啊，这批名文人啊，他们都对孔教、对这些传统文化都非常，要把它传播下来哈，传播下来。所以香港的港英政府啊，对这批名人也很尊重啊，很支持。所以这个英国呢，金文泰。他鼓励人念古文，不是念白话文啊。所以从这批文人到香港政府呢，都支持这些传统的宗教跟文化，所以新文化运动呢，在香港反而没有立足的地方，这香港就是很特别，就是这样嘛，它是一个殖民地。好了，这些港独啊，香港总督。你看了、这个金文泰很厉害的、这个港督啊，可以说广东话，可以写很好的中文。这个佛寺啊，这匾也是他提的，上海名山，好像清朝皇帝啊，这个他对中文的汉字的写写很好一样，好像。所以这个牌楼都现在要保留，1929年的牌楼。好了，根据一些研究啊，
这个啊，他们讲到香港早期的文学，香港呢，其实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收留很多这些移民，这些移民呢，也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哦，所以孔丹呢可以放假，啊，孔丹可以放假，但现在香港呢，孔丹不会放假，啊，香港呢的公众假期其实很有趣味的，它有佛诞。他有这个基督教的那个什么耶稣诞啊，要放假啊，但孔丹没有放假。但早期呢，孔丹是很隆重庆祝的，很多店铺啦都会关门啊，做生意的都会庆祝孔丹。所以，港英政府呢还是很支持这些传统的孔教啊、文化等等。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很多专孔团体成立。早期是孔圣会，到现在还有孔教学院，这个是北平那个总会会长来香港鼓励成立的，陈冠章，他们也办一个报纸，啊，在香港发行，他们在哪里祭孔啊？在戏院里面祭孔，啊，所以很有趣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还有你看，不同的宗教团体呢，都对孔子的很尊崇，包括王大仙啊、先天大王等等。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了解香港的文化，就是三教的跟孔教的很重视。所以这些团体啊，他们也尊孔，也供奉王大仙、供奉女主，是融合三教。这个一定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才能明白香港的宗教文化啊。但中国内地呢就不可能。中国内地1949年之后，它的宗教活动场所是很清楚的。你登记是道教，为什么你有个圆灯佛的佛种在那边？释迦牟尼不能够在那边。啊，你是道教场所，为什么要孔夫子啊？他觉得你好像乱来一样啊。但香港没有这些问题。香港的道教啦，香港的孔教可以供奉啊其他神明，啊，所以香港的孔教是现在是6个主要宗教之一，啊，是香港的专孔运动啊，还是接下来，啊，这是跟中国内地很不一样，像内地的打到孔家店啊，追求这个赛先生啊这些。所以香港跟澳门呢，有传承这个儒家的，啊，教化的专孔运动，到现在呢还是有孔教这个宗教，啊，你看香港大学，这个在1911年成立的大学，他这些前清的文人呢，他。要专孔，要读一些古老的经书，不可以教白话文，啊，所以吴思啊、鲁迅啊，鲁迅来到香港，就觉得哎，这个地方这么奇怪，啊，开始这么守旧，好像封建社会一样，啊，所以吴思呢，希望以后香港能够成为一个南方的新文化中心，啊，好。这个伏记哈，我先前讲过，不再重复了。先前这一段说话就是这个孪生写的，这个孪生，啊，所以他有体会，有体会。什么叫胡乱？大家在台湾就很清楚，不用再解释。如果我在这个讲座在香港呢，我一定要花好多分钟来讲什么是胡乱。香港的大家都明白，我就不用说了。当然，在伏击很长久的传统啊，在道教里边啊，女主传书啊，都有很多胡乱的文字啊。但伏击在香港一般叫伏击，但是台湾叫胡乱，台湾叫乱堂。那香港呢，就道教有胡乱，德教啦，道院啊，或者是济公呢，都有胡乱，所以我就不一定称为乱堂的哈。当然，这个胡乱其实在清朝到民国初年非常的普遍，
啊，梁启超都批评过这个现象。所以福鸾其实在明朝以后就非常兴旺，因为明朝以前呢是个人为主的，但是清朝以来呢就是很多宗教团，民间宗教团体，我就好像道院这个有500多个分支了，你可以想象500个分支的福鸾啊，在整个中国，这个不详细讲啊。鸾跟鸡都有不同的意思啊，它是一个好像从天上传到人间的信息一样。鸡呢有几种写法，在香港你看到好像一个烧鸡一样，这是两个人扶的啊，它用竹来做啊，这个在香港不多见，只有一两个祭坛用这个啊。鸡就是用占卜的意思嘛啊，占卜的意思，我们从商朝时候已经有甲骨文了，就是占卜。所以香港常见的福鸾就是这个形态，香港啊，福鸾呢其实不仅是回应你个人的问题啊，它可以写书法啊，这个是广成词啊，提的一个福字，那是一笔过的啊，可以画画，可以提那个扁鸾。这个是王大仙提给孔夫子的年国、啊、这个是 女主画的，女主纯阳鸡魁，现在放到青松观里面也不画、啊、其实画大概几分钟就可以画出来了，但是人去画是不容易啊，这个几分钟就画一幅啊。这个是在引炉啊，那个五家同园那个地方，这个龙字啊，一笔过，是女主，是神仙对我们都好，我们墙壁很空白的，不用贴什么东西啊。神仙觉得哎，这个太空白了吧，要替你贴个龙字，这很文雅的，就是补笔嘛，啊，补笔。这个龙字啊，这个龙字是女主啦，这个龙字呢就是应该是观音了，观音体，这个好像是正宗书法社体的，然后送给香港那个道，他把它画到弄到一个墙壁上，因为这个墙壁也是太空白嘛，但他有这个神仙的这个鸾笔之后呢，完全不同啊，啊、嗯，就是好像。整个都有很有生气，很有意思的那个场地嘛、哦、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来香港呢要看这个福鸾，早期的时候都找我啊，那现在不用找我了，因为他们自己都有门路。好像这个是 Overmeyer 很早期的时候来香港啊、哦、我就带他去九龙塘那个鸾塘，这个1999年了吧，好像是1999年，是2000年，所以 Overmeyer 的本书写飞龙嘛，他用台湾那个啊，所以这个是美国加拿大的朋友啊。其实更早的时候是日本的学姐呢，也其实最初是跟他去看，他最初是研究这个博士论文，然后有朋友来了，有日本的朋友来，他也介绍日本朋友来找我啊，我带他们去看。所以之后十几年是对福鸾是非常有研究的心得，他日本的著作啊，这本书是很好，是福鸾跟华人社会这个角度不同的书啊，这个是中文翻译他另外一本书的，这个以香港道教为主啊，这个有道教以外团体，所以他之前已经有几本专书写福鸾，所以今年年底呢我就跟他一起写一本啊，那是我这几年跟他一些最近的研究，啊，哎，这个鸾笔啊很有意思，这个是龙头的。我们在香港呢，一般不常见龙头的，这个是凤啊。这鸾笔有很多种形态啊，有些是没有这个雕刻的，就是 T 字形一样，或者 Y 字形的。但是如果你的鸾堂要有地位，
很重要，上天可以给你弄一个龙头的，啊，这个要在上天要注册，好像我们一个品牌一样，你不能说，哎，我们这个龙堂，我们想弄一个好的龙头级别，就自己人挑一个，那不能够这样随意啊，嗯，所以香港呢，我印象前五六十个龙堂呢，不到两三个有见过。这个是九龙堂一个龙，啊，一个龙堂的制度，就是这个，这个，嗯，那这个龙生现在已经没有当了，嗯，已经退休了，所以之后实体的书大家可以拿来看，如果对胡乱有兴趣。还有一个俄罗斯的朋友，啊，你父亲他前几年过世了，他来到香港客座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听说我带学生嘛去看胡乱，他说哎呀我喉咙有点不舒服啊，有点痛啊，他要跟我去找一个仙方什么神仙给他一个药，那去了，真的是那个给他喝一杯水啊，当然有这个朱砂什么念咒啊花符啊，这个洋人很勇敢啊，一喝酒喝这样喝进去，但我们学生看的，哇，因为学生啊，也挺觉得很难理解，啊，因为这样喝那个符水啊。好，哇，现在还是讲到这个沙歌案啊，希望在15到20分钟完成吧。那这个很有意思，1921年之后慢慢成立的这个，本来它以前的建筑是1925年左右。但非常可惜已经拆掉了，香港呢没有好好保护这些建筑，这个啊是谁提给轩辕皇帝呢？是柳宗元，香港没有柳宗元提的这些古老的建筑啊，它位置在哪里呢？那这个是广州到香港的铁路嘛，好了，我们比较熟的是同应县馆，它就在铁路的另外一边，啊，所以这个三教总社会呢是铁路的另外一边，把两个宗教团体呢刚好在铁路的两边，就是先天道的，啊，它我印象没有胡乱，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建筑，1920年代，这个。我们如果想了解1920年到1930年代的胡乱呢，除了黄大仙之外，这个是最宝贵最好的歌，那很可惜他们要活动50年的要拆掉了，所以我们只能够从文献去追他，追他的情况，其实早期有些人已经记载过他，他说啊，哎，这个地方有很多人民的题的匾额，啊，你是女主题的，啊，那这个三教总学会1921年，慢慢之后1927年建成以后的建筑，这个是跟王大仙是同年建的，王大仙，啊，所以我们了解1920年代宗教文化呢，这两个都是很好的。具体的例子，接班人，我把他的创办人追溯他们的情况，原来他们都是孔教信仰者，有一部分是先天道的人，他们差不多1950年之前呢都在胡乱，活了三十年，那他的文献现在我只能找到一部分，还是缺了一部分。所以希望以后有，其实我们啊，跟这些经书啊、什么上书呢，都要讲缘分。有些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有一次我找了一本书，我就问新加坡，我去新加坡呀，去了一个多月的客座，新加坡道教学院，替他们讲课讲一个多月。我去了新加坡的红万智慧，我就问他，等会提到这本书。我问这本书你们有没有？他说没有。
好了，请他带我去他的书柜去看。他是书柜呢，怎么高哈？他有大概三层吧。我就快去看，哎，找到最底下那一层，那本书就跑出来。当然很夸张啊，就跑出来，就是说，好像有点感应，就是他在哪个地方。因为你三层也不容易，每一本都就翻出来啊，就这样。因为我们对这些串上书、经书比较敏感，那些是古老的版本呢，你从他的书这也可以看到啊，这些新的、旧的。我讲咦，有一本，他们都不知道那本书，这本书，啊。后来呢，我把这本书带回香港，但不是原本哦，他复印啊。我就问香港的天津讲堂，他们只有一本了，就是两本的，有向上的。我问香港的，你们有没有另外一本？他就把另外一本拿给我，两个叫远比，一个是香港保存的，一个新加坡。所以胡乱的真的是有时候，你没有拿本乱文的，就很难去研究，很难啊。那这个王轩辕主祇呢，他是其实真的很可惜，我没有进去看过，因为那时候我对胡乱还是刚还没有这个很深入去研究，曾经要保护他，但是是2005年才拆掉。我年纪小的时候还会经过这个地方，但是没有进去看，因为他荒废了很久，所以他现在已经弄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王帝祠，那些全都是新的建筑，很可惜。他以前是这样的，1927年的建筑。既然他从老照片看他以前，哇，你看那对联，唐朝书法家文人这样的，我们香港没有这些胡乱的留下来的东西。所以这个匾呢是刘仲元，里边还有很多胡乱的文字，现在变成就是这样，你可以跟他比呢，完全是这个是传统那个庙宇的建筑，这个是完全是新的东西。三教总学会就是在里，像这个右边，所以那个诸葛武侯乱文都是在这里胡乱的，不是在同仁县馆，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以为是在同仁县馆。这个是几年前出版一本书，他因为对这个轩辕主祇有点印象，所以把他画画等等然后要记载这个。这个柳宗元呢，1925年题。1925年，有些人都搞错，以为哇，香港有这么古老的建筑啊，柳宗元的题有点，这个不可能啊，唐朝到现在啊。所以你看到柳宗元，不以为就是柳宗元提给香港的这个先人主持。所以里边供奉有三教的还有孔夫子啦还有太上老君啊等等，非常可惜了，现在已经没有。那他荒废已经50年了，差不多荒废有很长时间，但完整的拆掉还是12、13年前。但他有出版了很多杂志你看他的名字，就是为什么香港的文化还是跟新文化运动没有结婚。他因为遵从轩辕皇帝孔夫子，这是国精华的地方。这个皇帝神像也很有意思哦，也是胡乱浮出来的轩辕皇帝4700多年前是怎么弄成一个神像所以他的牌位也有轩辕皇帝的牌位这个出版了大概10多年，要1930年代初就没有再出版这个书现在在香港大学有保留部分这些人物呢也很有意思，他们也是做生意的，
他们这些人也是孔教徒，也去很相信佛了，也建立这个三教总社会，啊，所以这个冯先生啊，他也有些书呢是女主的佛鸾要他写的，有本书是《蛇蛹浅解》这些书，啊，真的很清楚，女主，那这个很有趣哦，女主呢跟文昌帝君评论，因为这本书写的不错，立刻出版了，1947年的时候，所以好像我现在写一本书啊，你给神明评论一下，可不可以出版啊？我就不敢这样了，因为有时候如果他说你写的太烂了，怎么说呢？怎么办？就以后都不敢出版了，神明都觉得你写的不好，你很麻烦啊。如果你尊重他，你就要教他意思嘛。但你从这个书的序言来看，这些人啊，三教总学会的人，全都是腐乱，热衷腐乱的人。好，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孪生，所以我在年底那本书呢，会有一章节写到这个孪生，啊，这个孪生啊，哇，我们讲很多孪文呢都没有写谁腐的，但是那个神明就很清楚，这个是女主啊，这个是观音啊，这个孪比，但是谁在腐孪呢？很多时候没有记载。所以我把他称为第一个我们能够考证他的名字的孪生，三教总学会有很长时间就是他扶出来的，啊，他扶出来的，啊，这个人呢，哇，非常厉害，他骗了10多种的书，这都是很多是先天道的书，尤其是官帝的上书，你看得很清楚。他是东莞人，广东东莞，他另外一个名字何达梅嘛，扶鸾四阳，女主常常与他来往哦，神仙常常跟他沟通哦，多厉害，哦，还有呢，神明飞鸾到他的地方，哦，所以他很多文字都是胡乱的，有些部分是他自己偏写的，所以三教孪文呢有点可惜，我只能够找到下卷，下卷呢现在还是希望，啊，以后有机缘啊，有道缘能够看到，但是这个下卷已经很丰富，可以看到他1920年代很多胡乱的文字，大概是1927到1932，所以1927年之前应该在上卷，啊，在上卷。那，啊，我的新书会写清楚，这个是在香港扶鸾的，在本地出版的，可能是很地道的鸾文。那现在其他王大仙的，在广州扶的，云泉仙馆这一本呢？也是在广东西樵扶的，他来到香港之后，把他以前的孪文重印，就在香港扶。那三教孪文很清楚，就是在粉岭这个地方扶，嗯。现在我们掌握的孪文呢，德教有，哎，这个很厉害。为什么孪文可以作为文学的欣赏？这个孪文是怎么弄呢？他用宋朝的棋牌来入了这个孪文，什么苏东坡啊、啊欧阳修啊，他们的这个棋牌，你一个棋牌的话，它有格律啊，有很有要求嘛，上阙、下下阙，符能弄进去，啊，所以这个孪生也过世了，2年前。现在还是没有人能够好像他这样弄。嗯，好了，这些孪文呢，有清松观的，有这个明善学院篇的，就是元玄学院啊等等啊。但是等一会我会用一些就是更早一点的1920年代的孪文给大家看看。
他很清楚，1933年有一个伯爷嘛，他这些论文主要是教人为善，啊，所以要把它整理好啊等等。他教的神明有谁呢？有关老爷，有女主，还有轩辕皇帝。其实轩辕皇帝降轮我们其他地方也不容易看到，不常见。所以这般三教总学会的弟子呢， 他会自称关女门上，他就是关老爷的弟子，女主的弟子，还有天官大帝的降临，神明对他们还是很欣赏，说他们呢很亲近这个轮胎，也听神明的教化，啊，把不好的心情秉德都改过来，以后应该不错啦，你们做得很好啊，这1921年以后做了很多年嘛，10年差不多，啊，哇，你看他神明非常多，东汉的也有，孔夫子也有，啊，佛祖的也有，真的是非常丰富，其他论坛没有这样的情况。好，这个是1930年代轩辕皇帝讲的，我们说论文有对应就是这样，你个人问他，他就对你 回应你，你不同时代问的问题或者他神明有教化的完全不同的内容。我们在1960年代遇到什么问题啊？新文化运动带来这个，在政治大学有个西德的，是不是西德堂，嗯，新文化运动带来什么问题，嗯，拔德伦嘛，针对这些问题，那个时代是共产主义啊什么很流行，中国那时候啊日本的侵略，我们可能会很有危机，嗯，你看了1931年之后就给日本人侵略，我们那时候要强大自己，要富强保种，啊，保种，希望以后要大一统，如果不的话呢，你就会很有危亡的问题了，这个真的是对应哪个年代，1920年代的危机，啊，所以这个就是三教论文的负面，但是我找不到上卷，啊，所以你看到哦，轩辕皇帝年份都很清楚，还有上元天官大帝啦，太阳星君啦，儒家的孟子，但是孟子不是常一般都会来，那个时候因为是孔夫子的诞辰，至圣先师的诞辰，所以孟子也来给一篇论文来贺他，啊，好像我们有些生日一样，啊，去捧场啊，去来送一些礼物给你啊，你看啊，这个是轩辕皇帝啊，孔子，这个你看啊，是为不正，国家不成国家，对洋人呢非常害怕，但是我内部呢斗得很厉害。国共的内斗啊什么，真的是对应着我们那个年代的最严重的问题，嗯，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强调人文一定要搞清楚在什么时候，你不能够用一篇论文的，哎，他不知道什么年代，嗯，这个很难去做学术的探讨，所以你看到他，嗯，民国22年的博，啊，诸葛武侯，这个是民国22年嘛，焚陵，孔明下葬的论语，在报纸也登出来，但是有很多人以为还是孔明先管啊，好像以前有些王庭之啊研究易经的。1989年都讲得很清楚了哈，也是
三教总学会的。但是如果你看莫天基老先生，他也过世了，几年前，他就是一个很著名的歌手的爸爸，莫文蔚的爸爸。他老先生很有学问，但是他讲这些论文呢，还是讲错。啊，这个书很受欢迎，因为他讲的很多什么预言啊等等啊，肖炳哥啊什么，所以他能够找到一些教授来做顾问啊。啊，这个鸾门呢，你看啊，天数往往不可知，鸾台战术获胜之。这个鸾台就是三教总学会常常神明跟他们沟通，用这个鸾台。世界大战要爆发了，刚刚是1933年哦，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39年哦，就他不仅是讲香港跟中国。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他是预言，所以你看莫先生的书呢，他还怀疑，他说蒲元先馆都没有供奉住过孔明，为什么能够这样这个鸾文。其实我们研究鸾文的就不可能这样推，神仙为什么不能够降到你们的这个鸾堂啊？不是你供奉哪个神明他才能够降吗？他路过啊，哎，路过觉得有缘分，我赠你几句啊，啊，所以这些不太了解这些扶鸾的文化，啊，所以他们还觉得，哎，我在逢源仙馆看到这个诸葛武侯的鸾文呢，就以为是哪边出来的，他是把以前的保留在哪边，不是在这里扶出来的，啊。你看啊，什么时候会爆发世界大战？他先讲到是1937年，卢沟桥。但其中有几句呢，他们很喜欢用。你讲到中国呢，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有些推想是什么广东啊，什么这些五粮城。谁讲人瑞是诺邦？大家又跑到香港来了，还可以安享一点世界。谁港就是港，所以他劝你们啊，不要逃亡啊，不要太害怕啊，香港还是比较安稳啊。时间不够啊，说第二个家，哥你快点讲。这个第二个个案是引炉啊，跟红万基督都是跟德教都是五教同源的，所以我去引炉呢，找到他们很古老的一些书，1935年，他们叫五教同源，这个是重印的一些经书啊，跟创上书。好了，我们再一起感谢这个神明啊，他多好啊，你这个长鼻啊，还白啊，很空白了。李白来了，李白他采集那个醉仙给那个引炉，我们很有感恩啊，对神明，觉得你那个地方不好，你不用买一幅画来挂展去啊，那不用贴墙纸啊，哇，引炉这个地方太有趣了，所以我在我年底的新书呢会写一章节，以前我们都没有提过这个地方。你看，传到是些农历的玉皇大帝啦、女主四月十四啊等等，哎，只有一个诞辰是12月25日，基督教主耶稣先师诞，耶稣成为先师啦，好像孔夫子啊，继圣先师啊。好啦，就是，有后代，他还有表文啊这样写的。他有耶稣也降过轮，耶稣，但是我剪辑没有把它弄成一个投影片给大家看，他不常来啊，耶稣啊，因为其中忙嘛，很多基督教要请他帮忙啊。
这个引路在哪里呢？很有趣啊，它有两个地方，一个在大埔新建，一个就是中环。哇，中环这个是什么地方啊？是兰桂坊，很多人去喝啤酒啊，什么去洋人去万圣节啦、啊，耶稣什么什么12月31号啊，都去这个热闹。所以它两旁都是这些酒吧啊，那是引路在这里，是很怪啊，很有瘾。还有这么繁忙的地方啊，哎，这个匕首呢也是可能跟我们家族有关，但我还没有注意他的家，这个家族，那他也是跟我们是新贵人，这个有可能是我们的宗族的人。所以他怎么来呢？是女主，这帮做生意的人呢开头还是玩游戏文章，哎，我们来一个佛鸾啊，哎，但拿去呢不是游戏了。女主来的时候要他们一起人治病，这1931年到现在都不能停了，都要帮人了啊。那引炉呢，它有的规则很有趣啊，要小心你的言行，不得抽鸦片。我们从这个规则的推想呢，1930年代前后呢，很多这些腐乱的啊呢都很重视这个，就很多人抽鸦片啊。你看那个张国荣跟梅艳芳的那个电影啊，《胭脂扣》，张国荣就是这些嘛，就1920年代30年代很普遍，这个很有趣，都要穿一个鸟服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鸟服啊，可能跟西方的流行的时髦的服装一样。其实这个不要抽洋烟啊、鸦片呢，三教九舌会都有。这个是张飞讲哦，哎，你们不要再抽洋烟啊，洋烟会快老啊，不要让我们担心你们啊。所以张飞这样一个鸾文，警戒你们不要再抽鸦片，所以1930年代前后，我推想很多人抽鸦片。所以这个引炉呢，它是谁提他提一个引炉两个字？这是女主啊，不是他们提这个匾啊，是对联，这个对联是女主提的。哎，最后一个啊，希望3分钟左右吧。这个是台北的红万聚会，他们是两个人提扶的，所以这个鸾笔很长啊，一个人也很难操作。所以我们研究香港跟新加坡，他们的道院跟红万聚会呢，其实当初发展的很不容易，很不顺利。后来我才了解呢，红万聚会在山东东北呢就很顺利，500多个分支哦，但是一跑到南方呢，完全不顺利。在福建就是鼓浪屿啊，在广东呢只有广州的，到香港呢很困难。后来就靠着天津草堂作为他的那个中间分支。新加坡也是靠这些广东的信徒，这两帮广东信徒呢，全都是天津草堂的人，就是他转化成为以后红万聚会的人。所以天津草堂呢，很长期的人，很多人都不就去了解这个论坛。所以我差不多4年前了，去中央研究院开会，就是报告这个天津草堂啊，所以没有存在。全部地址嫁到这个院会转化转化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这个了，要我之前讲到在广东很难，在福建都只有几个地方所以差不多500多个，以后还在不断的分支五院我要去了这个山东济南的五院还保留，那现在这个地方不能进去，它是山东湖研究所的，那边都放文物。我邀请山东那个文物局的局长要介绍我才能够进去啊。五院呢，这是他们一个全世界红万聚会的一个主坛，神明也很厉害。有一次我问是神仙呢，就提到，游生啊，你要跑到山东去啊。但我没有跟他这个轮生讲这些，
也会有提到我去台湾来去正宗书法社。对啊，神明知道你做什么，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不要乱说话啊，不要对神明不尊敬。青岛的道院非常非常有意思，以后你们到青岛了有时间真的要去看。这个跟五岳不同，五岳不开放，但这个是开放的，它是美术院的地方，美术馆，你可以去进去参观，但只开放第一进，是吧？哪期呢？我们很巧哦，我们订了房间，就是在那个道院的左右边，所以我们从房间可以看到他们，看到整个建筑，哇，这个建筑非常有意思。道院强调五教合一，但五教合一，你除了从教义来讲，它从建筑来体现，全世界只有这一栋。你叫五教吗？第一件是罗马的建筑，第二件是中国传统的，第三件是阿拉伯的。这一件我们不能进去啊，只能够看到第一件这个。好了，我们进去看，哇！你看了这些对联，非常厉害。杜况群伦，同登道岸，沟通五教，共驾齐航，纯阳祭笔。神明已经跟你道院讲，你以后啊，要沟通五教啊，所以以后发展到东南亚、韩国、日本，还有美国。从1930年代之后就建筑了。天津草堂呢，因为没有时间，有大家有兴趣看我的文章好了。他供奉女主、济公跟桃符，桃符大家比较陌生，就是王石供，所以你看每个符銮的堂的供奉的神明也不一样，女主啦、啊，或者济公啊，或者其他。我要跳过去。天津草堂也是天机背的，很非常著名的。我访问这些老道长，他说1950年之前的话，很多人找他们治病，很多人找他们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树，这个树呢，二级啊，二级哈、啊，就在新加坡啊找到。这个时间不够啊。这个就是我复印新加坡藏本的，它有广州的銮纹，有香港的銮纹，有新加坡的銮纹、哦、你看到它女主啦，有其他神明城王啊，都有藏纹、这个城王，他们这个銮堂的道徽啊，都是符銮得来的，他替他们定了规矩、这个坛规、坛规是三个神明定的。这个道于寂寞啊，还有元始天尊，很多神明叫。这些轮文呢，我们从文学来讲的都是很清晰的。看这些轮文，世纪世纪。其实我们除了宗教的去了解之外，它其实这些篇真的是好像文学作品一样啊。所以他讲到，在香港开一个南坛以来，我都不常来啊，只到过一次啊。因为元始天尊这么尊崇，现在不可以常常来见，你看啊，你看，1920年代，很多战争，希望能够赈灾。所以这些龙门井很有时代的。注脚的啊，这个对时代的问题很关系，所以以后这个红湾金瓜在香港呢成立了，在香港总督的副文替他们看过，一般宗教团体来讲呢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就是救灾方面，所以他这个建筑1940年代保留到现在，保留现在，这个是万字啊。好，时间不够了，我要提一下这个，他们里边还有很多这些符銮的书画，很多书画，这个是香港道院
啊，那就是这一幅，之前提到哈，不是六个，是四张，用四张分开的纸画了之后拼起来就是一幅画，你可以想象怎么弄，啊，书法摊，这个是在台北的，就是看他们海宝楼这个书法摊，所以你问师呢，他画一幅画给你，而且写一两句话，叫你给你个启发。但很可惜，香港1993年停了，啊，所以佛罗在香港现在有点青黄不接。新加坡6年前也停了，就台湾还在佛啊，佛光协会。所以德教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从广东传到香港，传到新加坡、泰国。所以我们提到这三个啊，三教总学会没了，淹没了。天津草堂这个论坛呢，转化成为道院，好像青松观啊，它有女主的启发之后，要传到新加坡、澳大利亚，传到美国啊，还有德教，都是开拓海外啊，这个都是用佛鸾指引他们的。最后，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1970年代是个分水岭，70年代这50年很多都没有佛鸾，道院、黄大仙、元神、弘忍，为什么呢？鸾生非常难，但是这些鸾生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要了解哦，他们有些是1950年代来到香港，因为1949年是政权建立嘛。如果他们来香港，就是好像个谢道长的爸爸，他们来香港已经50岁了，过20年之后他70岁，很多已经老了，或者移民啊，或者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些鸾文，钟离太祖师兄讲，求一鸾生很困难。有一批很早期的鸾生呢，是广东来的，香港训练的人也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啊，这个是聪慧哦，啊，我们最新这个发展，2016年，他们这个是广东曲江啊，广东北部的最早，然后传到广州，然后到香港。很早呢，罗文已经提到，他们要成立四个玄之堂，好了，三个在加拿大、香港成立了，啊，但第一个之后40年。2016年，在台北成立这个西玄正线，这是一个堂，听起来好像我们之前拿幅画一样。这个堂命名呢，普世机会，这之前只有普跟机会，这个堂怎么命名呢？那是祖师命名吗？就是西玄正线，神明给我们的指引教化是普世的。普世性的，哇，真的很有意思，就是超越地区、超越宗教啊，就超越地区。哎，这个卖广告了，时间到了。这个书呢，是女主给我订的，所以一定要用这个书名的。还好啦，女主比较肯定我这个书啊，啊，不然的话就不敢出版了。希望年底会出版啊，所以。他提了这个体制啊，道妙圆通，在香港上能顺便出版。好，谢谢大家。好，这个谢谢那个游子安老师啊，时间刚刚好，将近12点，那我们就开放一个问题好了，就让大家讨论一下，因为这个之后大家还可以跟游老师有一些进一步的讨论，就开放一个问题，那可以跟游老师。你大家有什么问题？凯文，来。老师好。先介绍自己。好。老师好，我是谢老师的指导的博士生。嗯。然后我之前就已经有就是读过您的著作《善书与中国宗教》，那收获蛮大的。那我今天主要是针对老师今天的演讲的部分，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五教合一啊，这个您能不能跟我们
就是分析一下说，就是他的这个五教合一的这个观念跟这个一贯道这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共同点，还是他们是不一样的解释这样。谢谢。首先我之前也提过呢，为什么有些宗教团体呢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要提到五教合一，其实整个是一个宗教的潮流，都是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以这个是他们共同的一个共同的时代的背景嘛。那当然以后他们的发展当然有不同的自己的取向的走向的不同嘛，好像以德教为例嘛，因为今天我们能详细讲德教，德教人很有意思，最初不是五教的。那它是什么年代呢？1937年左右，其实那时候日本已经侵略中国了，这个战争的年代，他们在广东桥梁，好了，神仙下来，他说，最初的时候呢，其实他尊崇的神仙还是以道教为主，还有佛教，儒家的反而不太明显。其实从广东开始到香港，最初是三教，但是传到东南亚，就有新的发展，神明要他们要五教，所以其实这个是今天回过头看，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是五教。我们以后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再明白，由于五教合一是一个对他们很好的保护。你想象现在的德教是在泰国跟马来西亚是最旺的，在华人宗教来讲的，除了佛教或者其中一个华人宗教最生活的 很好的就是德教，有几百个分支，他们马来西亚跟泰国，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由于德教的话你强调道教佛教等等，但是你要尊重伊斯兰教，所以他不排除你伊斯兰教徒要可以进去，你可以进去受到，所以他是共融，对他来在马来西亚跟泰国是佛教国家嘛，所以这些国家发展来讲呢，对他们是可能是有利的一个发展，好像这个红万机会，因为我在台湾客座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去参访，我在红万机会也看到了有些是出家人，有个普里的那个和尚，他要去红万机会去拜拜，他们也是红万机会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红万机会是以道教为主，这个普里服侍的人不能够参加，这个包容能够融合更多人来信，因为你到海外啊，越到远离的那个发源地嘛，远离的你的最初地方呢，你的包容更重要。你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华人，如果你在宗教团体是很包容的，你对你吸收信众是很有利。等于我们先前讲到黄大仙，如果你想象好像广东一样，就是供奉道教神仙，你没有供奉孔夫子，那我们要注意啊，香港的这个释义园呢，1921年最初的建成呢，就是黄大仙主殿跟莲果，同时候供奉孔夫子，然后我看他的创办的名单。最主要的一批人呢，就是孔教信徒。如果没有这一批，你就供奉，你是个道观，你就没有以后壮大你的力量。但是他是从广东传过来哦，广东的时候他是道教，传到香港是三教，好像那个德教一样，传到东南亚是五教。所以我们呢，真的是要除了考察他的历史之外呢，还要看他现在的形态，还要看他的文献，还要看他的论文，才能掌握他的脉络啊，整个怎么演变啊，不由一要理解呢，一开始他就是五教，好像引儒一开始是女主江罗呢，很道教的神仙呢，
他以后发展呢就是无教同源。那这十多年呢，他也不强调无教哦，他就强调是引儒佛事。现在他的课余都是佛教的，啊，所以这些宗教团体也好，论坛啊，佛论的团体啊，都是不是一成不变，很多演变，不同的发展，啊，就是我们研究佛论感兴趣的地方，很有动态，啊，神明跟人的沟通互动，每个年代不同，所以我们这个年代呢，神明不会再警告你不要抽烟鸦片了。因为现在不用不抽，很多没有这个社会问题，啊，所以佛论真的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很广很深的学问。嗯，谢谢。好。再次感谢他，谢谢。好，那我们这个讲座就到这边结束。那大家如果之后有可能，可以再跟刘老师有些交流。